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密。今天的视频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如何进入暗网。那么什么是暗网呢？所谓的暗网是通过普通的传统的浏览器或搜索引擎无法到达的深度地下网络。在这里我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在暗网里充斥着绝大多都是诈骗、暴力以及一些让人感到不适的内容，所以在内容开始之前，我警告大家切勿在暗网里做任何的交易，因为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诈骗网站。接下来我将在电脑上教大家如何更安全地进入及退出暗网。好，现在我已经来到电脑上了。进入暗网，我们无法通过谷歌或者火狐这种常规的浏览器来进入暗网，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特殊的浏览器，这个浏览器叫做洋葱浏览器。我们可以去谷歌搜索这个浏览器，它叫 Tor， 然后去下载这个浏览器。这个浏览器是支持多种语言，比如说我们写中文，然后我们下载下来，它可以支持 Windows、 苹果还有这个 Linux 还有安卓都支持。我们先下载安卓本，我们先下载这个电脑版的。好，现在已经下载完了，我们现在安装。点击 OK， 安装即可。啊，我们已经完成。那现在这个图标就是安装以成功以后的图标，我们点击进去，然后点击连接即可，它会自动给我们配置一个这个洋葱网络。啊，它现在已经配置完成了。他说将你的语言设置为英语能让你的网站更难以识别，有助于强化保护你的隐私。那我就设置吧 ,yes。然后如果你想更安全进入这个浏览器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全措施一个调节为最高等级。它默认的是标准安全性，一个中等安全性和最高安全性。最高安全性它可能会拦截一些像影片、图片、媒体或脚本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必要，我们设置中等安全即可了。然后关闭。然后今天我先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暗网的地址。暗网地址它是以 ONIONIONIA 这个单词为结尾的这个地址，大家看一下，这种网址在正常浏览器下它是无法访问的。我可以给大家试一下，用谷歌的它是打不开的，它是无法访问的，必须借助这个洋葱浏览器。洋葱网络进入也很慢的啊，这个还可以进入了。这是什么东西？对，这好像是应该是卖什么药的吧。我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暗网里面的这个交易其实里面大绝大多都是诈骗的，切勿在里面做任何交易，大家看看看看就行了。第二个是什么？这应该是啊，邮箱服务类的，暗网邮箱服务类的。我们看第三个，看一下什么？
这种暗网地址可以在谷歌上可以搜索出来，以前贴出很多的，可以在谷歌搜索的暗网地址。我刚才也从这上面找了几个可以访问的，看看就行了，关掉。干嘛的？啊，卖美元的。这种网站一看就是诈骗网站。这什么网站？啊，这个是应该是虚拟机的网，应该卖虚拟机的网站吧？因为暗网里的交易绝大部分都是使用这个比特币交易是无法追溯也无法那个追回的，所以一旦被骗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找回来的，所以大家切勿在暗网里做任何交易。看看就行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好奇心害死猫，大家切勿在里面做任何交易，切勿。好，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击订阅我的 YouTube 视频频道，打开小铃铛，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更新通知。我们下期再见。